么多，可是还是有一点不太够。如果你们家里还有多出来的旧书没有再用的话，欢迎你们支持我的活动。大家好，我是中和国小六年级七六班的学生高云婷。我这次第二个第一个主题是书上幸福募集爱一感受。我会想改变的问题是，让偏远地区的孩童也可以看到多元的课外书。我会想改变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有许多偏远地区的学校资源较少，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多元的课外书，而身在大台北的我们却把许多只看过几次就不想看到课外书丢掉，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旧书整理整理送给其他偏远地区的小朋友们看，让他们也能看到许多这方面的课外书。我感受到都会区和偏远地区的巨大分别，在偏远地区的孩童可以看到课外书的地方，例如常看到书籍的图书馆、书籍的地方，以为稀少或较为遥远，但相对来看，都市地区较小型的图书馆和连锁书籍常常到哪都可看见。依照这样来看，比较看看偏远地区的孩童比都市地区的孩童更难看到课外书。我访问与观察后，我发现身边的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有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孩童们根本没有看过课外书，所以我想做这个问题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话，那么大家都很支持我这个问题。二，想象。我想要运用各种管道来好好提倡这个输送幸福募集爱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我有做这个活动，而且需要大家一起帮忙捐书，因此我想录制一些影片请大家帮忙捐书。再来，我要把有募集到的书全部都捐去给偏远地区的国小，让偏远地区的小朋友们阅读，这样我的活动就大功告成了。三，实践。我先录制一些宣传输送幸福募集爱活动的影片，我再把这些影片上传到 Facebook、YouTube、Line 的地方做推广。再来，我要把募集到的书寄出去，请金属货运来学校收我募集到的书，并附上运费720元，再寄去明湖国小。在实践的过程中，我发现光把录好的影片放到 YouTube 上根本没有什么人看到，所以后来我决定把影片放到 Facebook、Line 等比较多人看到的地方。在行动责任行动完成后，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推广这个活动，也继续募书，让偏远地区的孩童可以持续看到更多的课外书。四，分享。首先，我要在我做 DFC 的地方，也就是新北市中和国小六年级资优班，分享我 DFC 的故事，并把我的介绍影片上传到 Facebook、YouTube、Line 的地方做分享，与亲戚分享我 DFC 的故事。